8月30日下午，浙江省政府发布消息，经国务院批准，民政部不含浙江省政府同意撤销苍南县龙岗镇设立县级龙岗市，以原龙岗镇的行政区域为龙岗市的行政区域，市政府驻地为镇前路195号。这是新时代中国第一个政改市，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事件。